你好，我们来墨本已经有1个半月了，对吗？是啊，我们那个还没怎么正式的认识左邻右舍呢。对，其实应该来说，右边的邻居见过一次面，有一次对，我们出去，他们刚好打开门出来，我们说了那个 hello 这样子，但左手边那家的邻居真的是一次都还没怎么见过，是啊，还蛮想认识他们的。哦。那有什么方法呢？怎么样可以认识他们？有想象性，不如我们写信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，好主意。是我们写信给他们，把他那个信放在他们信箱里，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回复。对，要不我们先从那个左手边这家邻居开始吧，因为还没有见过，听说啊。听你以前住在这边说他们是中国人，那我们用什么语言来写呢？英语。英语啊，如果他们是中国人，如果真的是可以看懂中文的话，那写中文可能他们感觉更亲切一点。对，不如你写英文，我写中文。也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想一想，看怎么写。好期待。